Hi, I'm Liz, and I'm from America. Can anyone introduce Yangtze University to us? 好的，请看这边。长江大学是2003年4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，由原江汉石油学院、湖北农学院、荆州师范学院、湖北省卫生职工医学院合并组建而成，是湖北省属高校中规模最大、学科门类较全的综合类大学。Yeah, we have also campus in Wuhan, and that is really beautiful.武汉校区图文信息中心呢是个现代化的图文信息中心，建筑面积呢有36500个平方米，总共呢有7层，有3个书库、5个阅览区，学生这个自习室座位呢有3600个。这位呢是温文波，中科院地学部院士，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。那同时呢，他也是我校石油地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。我来自克拉玛依油田，我的爸爸也是毕业于长江大学的。His bay is the most famous in China. I was attracted by the science subject. 这里呢，就是咱们长江大学的地质长廊了。为了抢救性的保护三峡地质资源，将以前积累的地质资料和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。大家请往这边看，这块石头呢，就是长江大学的申博志。在2006年的元月25号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长江大学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。现在开始。长江大学有13个“十二五”省级重点学科和重点培育学科，其中优势学科是哪两个？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。自我税。1982年，荆州成为国务院批准的首批什么城市？李希文、王明腾。这个地方是开元观唐代的佛教建筑，那么关公
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元首啊。你们好。Hello。 嘿，大家好。大家都知道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，是吧？啊，是传到中国的。那么佛教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引进到中国，它就能吸引中国人进去什么呢？朝拜中国人的神灵啊。就是在这个建筑群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个关公的形象。长江大学从2006年开始实施一加三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改革，在一年级集中开设基础理论课进行集中学习、集中管理，然后进入后三年的专业课学习。我们在长大，我们在长大。